Betty. Betty. Bought. Bought. A. A. Bit. Bit. Of. Of. B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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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itter. Bitter. Butter. Butter. Read aloud. Yeah. Like me, I love to read aloud. Like after I post something, 一定要讲出来念出来。 因为你可以看得懂，可是不一定你念得出来。 Yeah. So 你一定要知道你嘴巴有没有动动，对而不对，你一定要念。 菲律宾老师呢，英文是第二个语言，我们可以分享我们怎么学会英文。 还有我们怎么把我们的口音变成正确的口音？总而言之，就是多练习发音。Yeah，是老师觉得台湾人需要加强的地方。第二题就是台湾人大多认为我们的口说能力不佳，要如何让口说speak？所以如果我们的环境把它有英文的话，会比较会自然，比较快了。Yeah。 像菲律宾为什么我们的第二个语言是英文？因为我们上课我们要报告吗？报告都要讲英文的。Yeah，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就讲英文，然后跟别人就会自动会跟你英文了。所以你们从小时候爸妈就跟你们讲英文？不是啊，可是我们的语言里面就有英文了。从几岁开始？总很多就是了，因为以前我们跟美国一起。 然后我们的first teacher is like circle，我不知道circle是什么我的语言。我意思说从哪时候开始你会听到英文？从小爸爸妈妈之外，从小就是你就在外面就是会听到。哦，like我们的我们要买冰水。爸爸妈妈不会跟你们讲英文。一定会啊，因为我就是我们的语言有英文的单字，like give the gay one a circle, but circle, like check chicken, check. See, so there's English in our own language. It's easy to like learn English since it's in the environment. 就是你们菲律宾语的单字里面其实是包含很多英文。Yeah. 还有西班牙文，在讲话的时候会一直有英文单字的输入，所以大家想要英文环境就去菲律宾留学吧，因为每一天都要讲英文，是因为你没有办法讲英文，因为你没有办法，因为菲律宾不会讲中文，所以你一定要去任何一个地方 shopping mall 啊，或是跟老师讲话啊，跟学生其他国家的学生讲话，全部都要讲英文。 是说口说要如何快速进步。I hope 你们真的会学会，真的。除了，因为你们现在没有这个环境啊，怎么办？没有的话，就是真的是 loud reading。好，我们第三题是如何维持住英文能力？How to keep? You have to be very brave to use it. 勇敢的，因为学没有用。 然后真的你学怎么没有用的，真的一定你讲出来，要 一定要开口。 Like with your friends, like, hey, how are you doing? Yeah, are you okay today? 我们台湾真的很少，对，因为那是我们的，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学语言，你要知道那个地方的文化。那为什么菲律宾很容易可以学到语言呢？ That's why we are called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meaning 容易学语言，因为我们很公开。那我们越来越保守，我们越来越不敢改口。现在很多需要英文的那个方向有点不一样，有些人要考试，有些人要换工作，然后有些人想要旅游嘛，因为旅游。
就是你有英文的话会比较方便，对，所以有需求才会想说要去学英文。这边我觉得报告如果公司报告要用英文，这样比较会帮助到，因为这边是需要英文，就是你会单词嘛，可是这个你讲都讲不出来啊。报告还是需要你会面对那个英文，这样跟别人你的外国人的那个个人就跟你讲英文。第四题呢，你会推荐大家去菲律宾游学吗？当然，刚刚讲了很多好处了。那时候我还在教，因为我也有教过英文啊。我就说，从2005到2006，因为2007我就离开，就是因为身体状况的时候。可是到这里也是在教英文。那在菲律宾最有名就是当然是食物了，真的。我没有在家常吃不完了 ，I'm a 吃不完了 ，I'm a 吃不完。But really 最有名。是 from Cebu， 因为似乎不是只有学英文，那边是一个岛，对，所以像台湾很像台湾啊，你要海的，你要 mountain， 你要 city 都有。所以我们说游学就是去学英文之余，还是可以去海岛国家去度假、去游泳、去浮潜、去玩跳岛。是菲律宾老师可以懂你的感觉，你不好，你不好出来。你不敢讲 ，just like letter G。对，我们台湾人会说 G， because 我们的注音的 G， 可是 this G， so 老师可以教你 G， 然后一对一，那边真的一对一是他会，一直教你怎么练。Yeah， 所以他会帮你这样，所以你就会知道原来 the positioning of the mouth is important。菲律宾老师很热情 ，Yeah， 是只能英文老师可以教，就是菲律宾，因为 native speaker 他们不知道，因为他是自然，对，所以 the positioning for them how I don't know， 可是菲律宾我们可以 ，this is how you do it。2017年回去，我现在有什么更多台湾人的学生。然后这几年好多、，Yeah， 所以我筛掉，然后他们就说，因为真的。很喜欢老师的方式教，而且他们不是没有学到在台湾、就是没有压力，但是又可以学到东西。Yeah， 因为 that's what I said. It's sustainable because it's in our life.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上，所以我们跟着改变。在台湾学英文就是读啊、考试啊， yeah. 就比较有压力。I know. 所以台湾的口说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在菲律宾的话就真的。要一直练习这个环境嘛，一直练习口说， yeah. 用英文教你英文嘛。Yeah， 因为 it's learning a different culture。台湾是用中文教英文啊， yes. 比较不一样。好，大家还有对英文想要知道的诀窍吗？因为刚刚老师有讲一些，其实就是勇敢的说，大声的说，然后不停的练习。Hello， feel time。拜拜，拜。